撕霸，撕霸正面刚 ，yes yes， 就是这么牛逼。好，屠龙勇者啊，又来了，哈哈，我们不用炸弹这种啊肮脏的东西来这个击杀这个伟大的巨龙，我们一定要用属于我们的啊，非常非常啊，非常非常，哎呀，正面刚是吧？打龙就要正面刚啊，打龙就要正面刚啊，对不对？上吧，看到没有？我正在逐步的向龙逼近啊。这龙呢还没有感觉到这个危险的存在，但是等他感觉到的时候呢，就一切太晚了啊！他终将死于我的这个铁蹄之下。好，看看位置啊，看看位置啊！好，我把他打醒了。哎呦，你醒的有点早啊！哎，哎，那么这几个刺是干嘛的呢？这几个刺啊，是一种这个神圣的法器啊。就是我们杀完龙之后呢，这个龙会有这种这个怨气，在这个空气中啊，久久不会散去啊。我们要用这种法器呢，啊，镇住它的灵魂啊。所以并不是想阴它还是怎么样啊，这只是一个很正规的仪式啊，很正规的这样一个仪式啊。我们再继续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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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屠龙开始，屠龙开始啊。我们先把它干掉啊，先把它干掉。好的。旋转，嘿，嘿，嘿，好的啊，屠龙开始。哎呀，你看这个龙啊，这个龙，由于它这个常年的沉睡啊，没有这个伴侣啊陪伴它在它的左右啊，没有这个伴侣陪伴它在它的左右，所以它现在非常寂寞啊，用它的这个。下体，也就是说某种这个生殖器官在这个地上反复的摩擦啊，反复的摩擦。那么由于这个地面呢又比较这个坚硬啊，所以说这个龙啊在不断的伤害着自己啊，这个跟我并没有什么关系啊，主要是它不太自爱啊，主要是这只龙呢不够自爱啊，不够自爱。哎，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送它走，是吧？啊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默默的看着它。看着这样一个英雄的陨落啊，然后顺便呢给他最后一击，撕霸，撕霸正面刚 ，yes yes， 就是这么牛逼啊！等一下啊，等一下这段这个，好，好的，哈哈哈哈，就是这么牛逼啊！我击杀了这条巨龙。啊，正面啊，给了他两剑，直接送他上了西天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太伟大了，屠龙勇者啊，亲个包，嘿嘿嘿，这一刻果然到来了，来吧，我怎么知道？巨象兵毁灭的并不是迈尔基德，是迈尔基德里的人，啊。哦，先不管这些了啊，先打，咱们先干了这一炮再说啊。哇哇哇哇哇，有大家伙来了啊，然而没什么卵用啊。我在这里还是静静的看着你们啊，眼睁睁的看你死。What the fuck？是时候使出真正的实力了吗？啊，这是你们逼我的，逼我使用这种禁术，逼我使用这种禁术，受死吧！哎呀，好。哈、啊，boss， 你感受过恐惧吗？啊，体验过绝望吗？就在这一刻，就在今天，就在现在，来吧，
Go go go！ 我夜间跟他们打。哎呀，你们没事吧？哎呦，兄弟，没事吧，兄弟？哎呦，咱这俩，哎呀，疼不疼？哎呦！啊！感受过绝望吗？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！我去！我得带着他走，你知道吧？我得带着他走。这就是正确打法啊！咱们要带着他走。来，哦呦呦呦呦呦呦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来啊！来吧！噔噔噔噔噔。小心安全，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啊！咱们带着他兜圈玩，兜过风吧，小伙子。先刚一个，好，再走过来，再走过来，来来来，你别喷我呀！我操，吃点面包。这个沟不够深，再深一点就好。再深点就好。来啊，来来来来，我这儿呢，嘿。对对对，爸爸在这儿。哈哈哈哈，走。来吧，少年。哇！嘿嘿，他又掉下去了啊！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我以为我阴沟里翻船了呢。好，你在那边好好玩，我在这边料理奇美拉啊！来，过来！他完了之后还有一个敌人，好可怕的感觉，好可怕的感觉！来。打完他应该就是巨象兵那种东西了吧，我觉得。哎，我这儿呢，这儿呢，这儿，你没看到我吗？我在这儿。我操你，我操你，操你，操你大爷，你大爷，李奶奶，李奶，操你奶奶。正面高死。好的，先赶紧上来，我觉得会有这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发生，我如果在下面待着的话。试试嘛，来，就这个配置打打看嘛。哎呦，操！我现在没有掉落伤害，舒服好多。但是在新一战的开始之前啊，在新一战开始之前，我们需要做一个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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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要的事情。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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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弄点吃的，我他妈快饿死了。啊，好多吃的。这就够了啊，撸串儿。尖刺，对，尖刺米铺，好烦啊！我要再下去。大爷，我家还能睡觉了吗？我都怀疑。我要找地儿睡一觉。我家还能睡觉了吗？我都怀疑。新的一天啊，
咱们要打第三场了，现在这个惨烈程度已经有点过于惨烈了，建个新的资料吧。来，开路。再录一发试试。迎战龙王军，还是老套路，先上城，先上墙。看到没有，这个他打不碎，哈哈哈哈哈！他打不碎我的城墙，哈哈哈哈哈！这很开心啦，是吧？来，下来，过来，太棒了！有人想迂回搞我啊！你再搞墙去，你就倒霉吧你！你看你找倒霉去了，是吧？你要来搞我，你还有点活路。哎呦，小鬼！对啊，你不能拿我不当干粮啊！这边，咱们给手里腾个格出来啊！哎呀，我没锤子了，我操！你们先玩啊，先玩啊，先玩啊！爸爸造我锤子去，好好玩哈。当当，辣锤！好，大锤被放入袋中，装备大锤，怎么又满了呢？这个城墙真棒，我操，他们都刨不碎的，太舒服了。是你自己了，我操，好悲伤啊，是个悲伤的故事。This is a 悲伤的故事。我可先跑，我可不跟你们玩，我可不跟你们玩啊！呀，居然有人进入了我的下层，是吧？这是策略啊！他以为他爬了上来，然后进入了我的城池，实际上只是我的下层啊，是吧？是个幌子，这就是我非常高明的战术啊！这就是我的高明的地方，哈哈哈哈！吓我一跳，我操！这就是策略啊，围着他跑，总有一个能喷到你吧，对不对？来，这呢？哎，我操，喷到我了。对吧？总有一个能喷到你吧。死吧！
哔哔哔哩哔哩哔。哦，最后战役了，来看一下什么是最后战役啊。据说这是最后一战，巨象兵要来了吗？哦，骚气的一逼啊。也就是说城外的东西被清掉了。哇哇哇！首先啊，把装备上啊，太燃了这个啊，这个感觉太燃了。但我怎么搞他呢？我就应该放炸弹跟他玩。嚯！拉屎呢？有点厉害啊！哦，懂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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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懂他的套路了，不掉血啊，不掉血玩个锤子啊，不是这个不掉血怎么打啊？啊，要反弹石头啊！啊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懂了，我懂你们的意思了。就要这样吧。啊，速度不够，快！来吧。懵逼了，嘣！再次使用炸弹，我防逼呢？不是，我麦尔基的逼呢？啊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又要打我大木锤了是吧？打他那就只能就这样搞了，死吧！我来啦 ，You motherfucker！ 继续！尼玛，你跳也太远了！就是现在 ，Yes！What the fuck? 幸亏我退得快啊，但这下就废了。Yeah, baby! 啊，采集卡的锅。采集卡的锅，采集卡可能开时间有点长，有点不太给力了。完了，最佳时间过了。
浪费战机啊。Come on！继续。放下。哦，不对不对不对，躲。Boom！等会儿，我没耳机的币呢。这这这。完全不想跟你用手打。Come on！ 哎，躲。准备好雷。呜呼！再来一发。是我东西啊、包满了吗？删一个东西啊！来，首次获得了生锈的铁章，呀！大英雄，啊！惨不忍睹的城镇，哈哈哈哈，我盖了好几天啊，我盖了好几天的城镇就这样完了。哦，吃肉，你帮忙打倒了巨象兵，太好了太好了，吃肉，谢谢你。这难道是传说中的啊？只要使用那枚徽章，从巨象兵上得到的。嗯，这枚徽章已经随着城镇毁灭而失踪，说不定巨象兵是在保护这枚徽章呢。吃肉，根据麦尔基德录，这正是为这块土地带来和平光明的徽章，请你务必用神铁炉亲手修复徽章。 No problem， 我得先上去啊。好，顶着采集卡的那个，顶着采集卡的故障啊，给他过了，真不容易啊，我操。来，神铁炉呢？神铁炉变成了一个小颗粒，我操惨！你好，神铁炉，神铁炉，放下，制作远古徽章。好，制作了远古徽章乘以一。OK， 来，老头。哦，这就是远古徽章，吃肉，你做出来了，非常好。有了这徽章，就能在笼罩在麦尔基德天空的这片黑暗消散了。去吧，立刻将它高举在希望旗帜之上吧。哦，应该就是这个了吧。哎，这不是旗帜上吗？好，三九，走。
光明回到了麦尔基德大帝。如此一来，这块土地啊，不可以忘记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等你去帮助。天空出现了光了，天空是这样宽广、湛蓝又美丽。当天晚上便举办了庆祝重现光明、表扬吃肉的宴会啊。但众人欢乐而开朗声不绝于耳，就这样一夜过去了。日后，哈哈哈哈，吃肉睡醒了吗？吃到匹灵做菜时，连本人都觉得受不了呢。本人在昨天深夜看到了东方石头山后面有光芒从天而降。好、啊，要赶我走了吗？也就是说，我们要去什么东方石头山？哦、啊，这边有一个光线，看到没有？那么这样应该就是第一章就 OK 了啊，第一章应该就是结束了啊。那么所以说，咱们本次的视频呢也就到这里，哎，等待下一章啊，咱们再来继续玩这个勇者斗恶龙，建造者，拜拜。